解题机电交流电求有效值，某电压讯号 V of T 等于5加3根号2 sin omega T 减30度加2 sin 3 omega T 加60度，是求电压有效值为多少？好，这一题啊，我们给同学练习题有算过了，就是给三个不同的电压，然后有的是直流电，那算有效值，就是开根号，然后找出它的那个有效值平方，那算出来就可以得到结果了。这个我们上次给同学练习题有算过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答案是根号38，6.6多。OK， 答案为 C。